爱情卡，我好几个在鼓励好几耶，就发现症结点在那里，你知道吗？一天大概要多少下？因为症结点就是在我的舅舅跟舅妈，因为从小啊，因为妈妈是老实人，啊，舅舅舅妈就是，哎，比妈妈还聪明嘛，所以在他的脑海里边，就是说他们的讲的话，是他对他来讲是很 care 的，所以他会说啊。因为我舅妈都跟我妈妈讲说，哇、哦、阿姐啊，俺细汉都艰苦啊吼，俺今仔食熬骨食菜，哦，对吧？贵先生，咱哦老人家受苦，以前受苦吧，是吗？好歹也要怎么样，大吃特吃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过去没有的，现在都把它补回来。我后来跟他哇讲了好久好久，他就94年，他说好了哈，哦，那些行瓜我欢迎这样哈。到时候还是前人老监狱，那你看，这是他回天的粮食，也是我们要成全努力的目标啊，努力的目标。所以说，那也让他当坛主，你看跟老人家合影，那是多么殊胜的事情啊、哦！你看当坛主哦，所以说他回去啊，就是坛主、哦、不一样哦。后来我们又啊，等于是慈悲啊，我们又加坛升为公坛，那老人家也一起沾光啊、哦，一起沾光啊。哦那最后再告别式，啊，就是这个老坛主三个字。说你今天你没有当坛主，你没有牵口，那你就是老太夫人而已。所以说。